我问你，我为什么要公开卖进口茶？我就是腿脚不利索，我跪不下去。原来你是想站着挣钱啊，那还是包台湾茶卖吧。这我就不明白了。我已经公开卖了2年，怎么还比不上进口当台湾卖的？在消费者眼里，你是诚实，但在无良茶商眼里，你就是个跪着要饭的。挣钱嘛，生意不寒碜。寒碜，很他妈寒碜！那你是想站着，还是想挣钱呢？我是想站着，还把钱挣了，挣不成，挣不成？挣不成，这个能不能挣钱？能挣当台湾茶卖，这个能不能挣钱？能挣跪着，这个加上这个，能不能站着把钱给挣了？敢问狗头大哥何方神圣？鄙人，狗哥。茶好玩最新力作，混茶上市，全台第一品牌，我就是要混茶，茶叶要混，才有灵魂。台湾茶拼配进口茶，目的是让双方优点加成，把茶质特性发挥到最大。除了我们，没有一个茶商会把商业机密告诉你。混茶系列打破市场上所有传统观念，产地跟海拔是旧时代的产物，普通的茶我们不卖，骗人的事我们不干。茶好玩混茶系列，混出真实，混出品质。茶好玩站着卖，官网等你。